哎呀，那要念几点？他来一直算的要念。按这是要做媒人啊？喏，哦，做桃花啊，做桃花，招桃花。啊，我有时啊是演媒人婆啊，无唔对啦。哦，还今是做桃花啦。所以今是做桃花，所以你连咪嘛有跳舞啊，你对吗？也有，也会有这个跳舞的这个动作。啊，咱在场够听讲够几位叫做陈州阿公。陈州，对。好，挥手一下，好，我嘛来来边阿姐，探听点啊，就是准备的时阵。好好好，来讲一下，你即届这是啥物乐器？诶，咱这卡弦吼，较早就拢有啊。吼，若做布里做歌戏，拢爱即个卡弦。诶，卡弦吼，卡弦，卡弦，卡弦。卡弦啊，这是用竹篙做的吗？不是吧，这是茶头吧？这是普通是用这雅基卡。雅基卡。哦，雅基卡，椰子壳诶，各位，这太赞了。这张有两声来听看卖无？你独奏。独奏这声音是安怎？咱来看一下。耶，袂歹哦！谢谢我们的包袱的汉乐团，我们所做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场的试音的动作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来自我们包袱汉乐团，他们其实呢，常常出去做表演哦，然后呢，也帮他们竹山的中正里包袱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获得很多的好人缘。我把麦克风交给我们常常出外呢来做这个主持的这个老师呢，介绍来为大家来介绍，婆婆小崔姐，谢谢我们的包袱汉乐团，谢谢我们的主持人。乐团全体起立，耶！敬礼，谢大家热烈掌声，谢谢热烈的掌声。我们是啊，先欢迎游客们啊到这个2014年南投的灯会来。我们是来自竹山镇中正里包袱社区的汉乐团，今天能够来参加这里的演出，让我们全体的团员都非常的高兴。看得出来哈，我们年纪都很大了哈，很大，平均年龄差不多有80岁。所以待会儿演出的时候，如果有欠周到，我也快80岁了哈，请多多的包涵与指教。谢谢各位啊。那么我们的节目现在开始，第一首曲子是七字，由林明昭演唱，汉乐团请。七字啊，台湾话叫做七字啊，这是较属地汉家的吼，咱较恁较少年的拢较无在听啦，老一辈人拢较有在听。哎，请开始。
尊敬
我们家老人泡泡啊，金多虾啊，再下来是唱歌十二丈扎鸡灯黄梅小姐，请。也不错，哎，它是 一种民俗的跳舞节目哈，叫做掐鼓，台湾话讲掐鼓，就是车鼓，车鼓由魏碧柔、陈周、林林昭一起合演，请掌声鼓励。咱那几个小孩放花路啊，放花在民族啊，家家卡工。放花在有意思哦，放花在撸啊撸啊的晚上哦，扛扛撸啊撸，也会撸到老尾猪。
进去，啊，坐坐搭搭，放看这个有意思哦，放看这有啊有啊的欢乐哦，感叹有啊，听的是啥老话经，我只有那家里有啊，放看这进去，啊，坐坐搭搭，放看这有意思哦，放看这有啊有啊的欢乐哦，感叹有啊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有诶，即款咧真少，差不多伫要失团啦吼，敢若我即团了，差不多伫咧安尼甲串落去尔，吼、哦。啊，再下一个节目是秀乖唱歌《相思灯》，秀西丁，即大家拢真爱听。汉乐团请毛丽明小姐请演唱。节目，这个节目就是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，
啊，夫妻赶牛下田，啊，带遐烧包。哦，啊跳来跳去，唱来唱去，啊嘛在犁田，嘛在种稻，啊嘛在趁钱，哈，啊叫做什么歌？琉璃歌，古勒啊歌，爱唱。我们的包袱汉乐团，祝各位赏灯的游客们快快乐乐的赏灯，幸幸福福的回家团圆，拜拜。感谢老师，谢谢来自我们竹山的这个阿公阿嬷，谢谢你